泡脚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的一种放松方式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，辛苦了一天，晚上用热水泡脚可以得到很好的舒适感。泡脚虽然对我们身体很好，但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注意。泡脚的水多少度合适呢？很多人喜欢用热水泡脚，这样可以促进脚部血液循环，消除疲劳，改善睡眠，缓解头痛，但水温最好控制到40度左右，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低。过高则会导致双脚血管过度扩张，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。泡脚的禁忌，身体健康的人泡脚、泡温泉都没有问题，但特殊人群，比如心脏病、心功能不全患者、低血压、经常头晕的人，不适宜用太热的水泡脚。全身的血液会由重要脏器流向体表，将导致重要的器官缺血、缺氧，增加发病的危险。泡脚的最佳时间为15到30分钟，空腹及饭后半个小时不宜泡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